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7月18号的股市 Wonderful， 我是阿德。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会开始注意一件事情，阿德老师，你真正又料在水准，好来，这不是重点，今天来看看一下他开盘。今天开盘的时候跌多少？2%多哎。今天开盘的时候跌2%多哎，可是收盘的时候是跌多少？1%多而已，1%多，对不对？371点嘛。今天最低的时候跌621点，跌了621点，然后奋力一搏啊，搏什么？搏台积电。有老师，你不是不分析台积电？我当然不分析啊，我那也要分析台积电。我只知道台积电第二季营收又创新高，第一季赚8块多，第二季赚9块多，它的年增率大概，如果上半年年增率大概22%嘛。有老师，你哪猜？人家几乎是预录的吗？我没有管道，我还是有管道的，我还是有管道的。重点不在这里啦，它的毛利率也升嘛，盈利率也升嘛，双利双升嘛。所以说，很多人都在想一件事情，说啊，老师啊，现在到底要做多还是要做空？其实阿德老师跟你讲了，你要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哦，真的要老老实实啦，不要变来变去啦。对吧？要老老实实啊！你要看台积电法说嘛，利空空爆弹的，结果今天大跌啊！啊，你讲啊，这嘛不好，今天大跌啊！可是阿德得到的消息说，他第二季的话赚9.59元嘛，对不对？创历史新高呢。他的季增率多少？36%，36%。第一季赚多少？大概8.7块嘛，台积电嘛。所以他上半年赚了多少钱？哦，18.29呢。没办法，就厉害呢，就厉害呢。年增率多少？大概是22%嘛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说美国放话要制裁艾斯摩尔，这是谁？拜登讲的嘛？为什么？因为拜登怕什么？怕中国起来嘛，怕起来嘛，怕他的选票跑掉嘛。因为现在川普他越讲越激烈嘛，他在讲川普讲说台湾半导体晶片哦要付保护费。其实台积电它所有的制程，所有的通通是自己的嘛，做自己的嘛。所以现阶段很多人在关注说啊，川普讲的话会不会成真？我告诉各位啊，那政治语言啊，你不用想太多了，不用想太多了，因为我们做人要老实嘛。阿德实话实说嘛，比如说你跟着阿德，老实的赚市场的钱嘛。现在市场的钱还有4000多亿哦，老师啊，不止啦，5000多亿。今天有5000多亿，5700多亿嘛，对不对？那你4000多亿，5000多亿是今天有人刻意拉尾盘嘛，对不对？那些钱你一定赚不到啦，我没跟你骗啦，花钱你一定赚不到啦，对不对？但是有4000多亿，你一定赚得到。4000多亿，你要不要赚？就是阿德跟你讲的，我们在股票市场真的要老实的赚市场的钱啦，不用想太多嘛。你想想看，从7月4号开始，阿德就跟各位讲了，这个行情它因为乖离过大，它不是政治因素，也不是经济因素，它是两个因素都有，然后指数太高，就是太高，那指数太高，它就要修正，所以7月4号开始就有市场传说，阿德做空哦，我没有，我今天就证明给各位看了。今天大跌我买股票，嘛，所有全台湾的市场没有人像阿德一样就诚实的告诉你我在做什么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大跌是你最大的机会啊，你如果把这次机会又放弃了，那阿德也没办法，因为今年可能你单一概念嘛，因为台积电很多人都说啊，法说会了以后还会面对政治问题，外公难道是假议题啦？因为很简单嘛，你今天美国说要啊台积电缴保护费，那我请问各位，台积电的制程有没有比三星好？有啊。有没有比英特尔好？有啊。
那全世界所有大咖是不是都向台积电下单？是啊，那就不就解了吗？又不是跟美国买专利，对不对？是美国的大厂需要台积电这个制程嘛？那今天大概一个重点就是5奈米嘛，接下来是2奈米跟3奈米嘛。2奈米的时程进度怎么样？3奈米现阶段有哪些大咖要进来嘛？然后我们都知道嘛，5奈米现在是 HPC 占最大，因为 AI 兴起嘛，所以说现阶段推进到3奈米嘛。讲到这里，你有没有觉得阿德的那个脸、那个头上就一道光芒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你不会赚钱的。你在电视上不是都听这些专家讲这个吗？那阿德讲个这个，你都没有觉得阿德的头上一道光？没有，还没有，算了啦，不讲了啦。那他刚能不叫啊？攻台积电，台积电有什么好讲的？我来讲一个上简单的问题啦。现在在2.5奈米要进阶到3奈米，为什么你都在听这个？你听到这个，你都不知道说那个 PCB 如果涨上来的话，大盘要整理了吗？有哎，老师对呢。啊，你有没有觉得阿德头上一道光？没有，还是没有。那你为什么没有？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被动元件只要涨上来，大盘就要跌了？嘿，老师真的呢？啊，你有没有觉得阿德头上一道光？用老师来整戏啊，根本没嘛，你要乱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事后验证不是啊？因为阿德他正在你讲啊，嘴里都听阿伯嘛。因为现在他为什么的毛利率会上升？涨价嘛，他为什么要涨价？因为我制程比别人高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昨天。你看昨天美国是不是大跌？那么美国的 ADR 台积电是不是跌了将近8%？对吧？格罗方德涨嘞，格罗方德的制程很高吗？没有啊。所以大盘你要懂嘛，因为趋势你要懂嘛。好，就很简单了、啊。台积电它的优点在哪里？先进制程我良率高嘛，这样很闷。要不要跟你讲我那做的啊？啊，你们的科技化收费，你问这边算啊？也没跟你说了啊。第二个，他现在的客户包多少量，谁包最多？顶多提一下而已，对吧？顶多提一下而已嘛。那先进制程现在进程怎样，他也不会跟你说啊。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在预测嘛。所以说你有没有觉得，因为比如说之前大家讲矽光子，哦，矽光子都要被走出来，你矽光子去一堆都要炒未来嘛，啊，炒到最后没有得炒就炒 PCB 嘛，哦 ，PCB， 哇，那些专家一直讲说什么工业字母、电脑字母、电子字母啊嘞，为什么了？大盘为什么了？因为它的先进制程现在都大机都要做，要提起来大机做，我都无要外放出去啊，你写什么母？你的 PCB 在起什么挖哥，所以今天蓝电在什么什么 PCB 三雄啪啪啪啪啪弄得来，你看3037，所以说你在看，我听说你在看产业，你忙听专家欧北来你转啊，不是很好的，不是很好的，要怎样的8047哈，啊不是8046，蓝电啊为什么了？3189。啊，为什么了？啊，老师，哎，有影呢？你看被动元件为什么了？因为制程都没有跟你们没有关系嘛。台积电的制程，他要做的，比如说3D 封装，啊，不会交给你啊，又不会交给你。啊，你在跟人起什么话，各位？啊，你懂吗？所以讲我等下讲吼，跟着阿德吼，我们老实赚市场的钱就好了，卖熊熊熊这啦。慢想想想这啦，你拢唔相信？哦，从7月4号，大家拢在传讲，阿德你做空哦，我唔是做空，我做到啊，7月16号 ，AI 大哥大，我有上你吧？有啦吼，有啦吼，大家拢会当证明嘛吼，有谈无？有谈无？到今下你为止有谈无？行落哦，
到今天为止有赚无？有，绝对有诶。因为去用要涨停板都啊无跌停板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问你，拉回来我买给你看。我知道你唔敢买啦，今天敢买，在股票市场一定都是赢家啦。今天如果敢买的，在股票市场都是赢家。你听到这句话，你有没有觉得，哇，这个能量好大，你都会发大财，有没有感觉到？没有，没有，你一定不会赚钱的。来，我昨天送给你的，对吧？我昨天送给你的，你有没有把它照起来？我知道很多人都有照起来，对吧？滴滴的，你敢不敢买？滴滴的标股，你敢不敢买？滴滴的标股，你敢不敢买？我知道你不敢买啦，我知道你不敢买，我买给你看嘛，我买给你看好不好？我买给你看吧，我今天有六个等级的会员呐，哈，扣讯会员呐，我每一个等级我都有买股票。我老师啊，你大家拢安尼忙落去哦，无啦，我只买三档股票而已，而且不没有重复，没有重复啊。我不是讲哦，大家等级拢买两支、买三支、买四支没有，最多买一支，最多买一支哈，来。7月18号9点10分试驾买进这支滴滴的喷股，我知道有给你吗？有啦哦，我给你看吧，有啦哦，你有买吗？不知道，我说那很低的啦，历史的低价区啦，你要买就买啦，不买就算了啦，两支啊哦，你两支如果都有买，我请教你，你有赚钱吗？有哦，赞，真的是赞的，你如果对阿德真正的跟着我们赚市场的钱，老老实实啊，都不用骗啦，唔免咧，大力讲吼，哇厉害都哇厉害，涨停板几支啦，啊你买会到啦，我要你买得到啦，来，过来看，时间未赴，咱尽量讲较紧的，这支，有啊，老师啊，这支嘛今仔嘛了，对，这支今仔嘛了哦，啊你嘛知啊，这支是啥物嘛，对，咱直接省略啦吼。您打咩也不要紧啊，省略啦哈。您都打拢打咩不要紧，骂我的都没关系，都省略。来涨停板的我也不讲了，省略。起16%马达省略，去上关的顺利18%，那马达省略，那攻击哪里好不？我们就讲今天就好了，我就讲今天就好了。如果你有100万，是不是赚19万？我以收盘算哦，我不以最高算哦。你有200万赚38万，如果30万呢？30万你赚多少？是不是50几万？你如果500万呢，赚95万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问你，如果你在做股票，你今天不敢买，那你可以想想，阿德每次给你的股票买得到买不到？买得到哦，买得到哦。所以你要问你自己，他有没有在帮你赚钱？不是在讲涨停板的嘛。所以你今天如果加入阿德的行列，阿德一定跟你说，这支股票买不到，我们来买，买不到我都不会跟你说，买不到我跟你说要怎样，对吧？涨停板又是别人的嘛，是主力的嘛，不是我们的嘛，我们买得到赚得到涨停板才是我们的嘛。你有没有觉得阿德的头上一道光？没有啊，没有，算了，来我们继续讲。我就问你一件事情，你摸着是你的良心，哎呦老师啊，良心多少钱？你摸着它，然后告诉阿德，这个股票有没有帮你赚钱？有哦，啊有就好啊，我只要这句话，因为我给你的你一定买得到，我也算给你听了。卖 19%， 阿拉卖公上管的 28%， 那准20%，好不好？20%你要算100万20万，200万40万，300万60万，啊那500万100万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所以说你问你自己就好了，不要说阿德跟你讲，你问你自己，他有没有帮你赚钱？你买得到买不到？如果买得到，阿德打你讲，也够够够卡标你买无？啊，佮有佮较标的你袂无？这就是重点嘛。因为阿德今天要甲你讲，今天我就证明给你看，我在买股票。
我在买股票，那你有没有觉得阿德很生气？从七月四号市场都在传，传什么？哎，阿德这个康啊，哦，他每天都在卖哦，他都一直告诉我们都要涨高就要卖，涨高就要卖，涨高就要卖，然后那留的滴滴的，然后留一些现金干什么？今天就是要买，今天就是要买，对吧？啊，你有没有买？没有啊，没有就算了。来，我们重新来看，七月九号。七月四号到今天一共九个交易日嘛，对吧？那你有没有看看别的老师每天都涨停板，对不对？他有别的老师有九根涨停板嘛？今天有跟你讲吗？没，只有阿德跟你讲。小红创历史创波段新高，小红创波段新高，因为他是在历史低档区起涨的，今天创波段新高，对不对？你是我的会员有没有小红？如果没有的，我推估股市，哎，你讲老师啊，你发了个口讯给我，我无买，啊，无买，哎，无安慢慢讲，我来讲，今天咱来看，咱直接省略这涨停板。我知道你看到涨停板你会兴奋，我无让你兴奋，我就直接带你跳到后边来，对吧？今天几号？别讲十八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直接讲十八号的事情，我们不要讲以前的事情，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讲下去了。我就来讲今天你。就最小红，你要看收波段新高。今天大盘收盘的时候是跌371点，我们的股票收波段新高，我来先告你。我就问你一句话就好了，阿内五合谈不？五合谈也无合谈，五合谈也无合谈，唔免济啦，你一百万赚六十万，两百万赚百二万，阿内有爽吗？有水吧？水啦哦。所以说买得到赚得到才是有真正的快乐，你快乐吗？你有快乐吧？有吧，一定有快乐嘛。你说没拿到，没拿到当然也不会快乐。你有没有觉得阿德很快乐？嘿，有吧。你有没有觉得阿德头上一道光？你说老师啊，我没有买，唉，没买，赶快来买。你如果没买你还更紧的哦，因为阿德跟你说哦，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就跟所有的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一个赌啦哦，我一直我就谈讲，我来十二点五十分，指数落465点，然后我即马上林这支股票个喷到变变价，你要买也要买，你若要买你来提，若要卖你卖来提。12点50分，我讲指数落465点，来，那看者，我中午跟所有电视上所有的朋友，你有感觉我头上一道光吗？赚钱的光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，来继续。六块有吧？在这。我说我跟你们打个赌，我送你一支股票，指数会起。从这个时候我讲，我写12点50分，指数买起，我的股票买起，你要提不？当时多少？12点50分，指数跌多少？465点。今天收盘指数跌多少？371点。你说阿德说了对啊，说不对。所以说你想要谈，就这一通电话，你把标股带回去。啊，你若开始标起来，这么问，啊，你不会哦。你有没有感觉到阿德讲话很真诚？因为你早一点拿，你赚的比别人多。因为阿德来说，买得到赚得到才是一种真正的快乐，对不对？如果还有小红，你要不要小红？我就告诉你了嘛，给你十几块，给你这十几块而已。就算今天他创新高才20几块而已，这种股票你为什么不买？买来你就很快乐。为什么你会很快乐？因为你真正买得到，这才是你要的。你在股票市场没有买得到，哦，我来讲涨停板不重要啊。所以我们就来讲，碰价变变叫，真正是变变叫，真正是变变叫。来，大家卖叮当，哦，导播嘛卖叮当。我来讲，今年最好赚的机会来了，你买无？你若买，你要听阿德一句话，今天把。碰到变变叫，标到变变叫，什么拢变变叫的啦！来，你也提起阿德嘛，赶快照中午的约定，
中午嘛哈，十二点50分，其实咱摇到的，咱就卖个讲啊，哎，摇到卖个讲啊，我希望它大跌啊，但是我看到早上的盘，我就知道，十二点五十分开始会扭，啊，你也看，开始扭去啊，扭去啊，尾盘收最高，对这段收最高，对这段收最高啦。对不对？从五十分开始底价，到什么证照没有？阿德达你讲，今年上好谈的机会来啊！指数掉的，咱就卖个讲啊！我今麦达你讲股票，如果你买得到、赚得到，这下是真快乐。涨停板也不要卖哦，涨停板也不要卖哦。想赚大钱的，不要客气，你电话拨通，它就是你的。我要进广告了，再说一次。如果你要真正的快乐，想赚大钱的，你通通不要客气，电话把它拨通，它就是你的。告比小红卡标，你带去看，你带去看好不好？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已经在赚钱的路上了？有，来打电话进广告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欢迎回到现场，很多人都在问一件事情，说阿德老师啊，你今天真的下去买哦？对啊，我那个赚三次涨停盘的，我拉回来一样买。老师是真的假的啊？来，你看。这个我有没有下去买？老师啊，你有没有买最低？没有，相对低点而已。我没有买最低，相对低点而已。因为我尾啊，那里的看我嘛，相对低点而已，我没有买最低，好吧？我只能跟各位讲一个一件事情。那你讲一支股票，阿德在送给你，你爱来问讲。啊，伊到底有法通替你趁钱无？伊若有法通替你趁钱，安尼就对啊。你就感觉阿德做人老实，有成功吧？对吧？你有感觉对啦，哦，有一道光，对不对？这一道光是要帮助你赚钱的，对不对？你讲老师，你今天有买？有。
你读英文台机，如果你有我的讯息的，我给你买吧。老师真的买最低吗？没有，相对低点。所以我要给你的，你要想看买，是爱买会到，才赚会到。所以越早买赚越多，对唔对？对，来，好，重点来啊！啊，这支呢？再这一支，哦，阿德啊，比小红更彪吗？哎，你自己觉得？你如果认为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因为你认为是你就会买，你认为不是他就不会买，对吧？我不是在跟你讲说我吹嘘我这多准嘛，我这已经过去的代志啊，啊你也不相信，你看中岛的节目，你看看我是不是这样写？那十二点五十分，来指数就465点，好、哦，你认为指数会起的，好、哦，这支会起的，啊你来。想要买的你来拿，啊，你想要卖的人，哎、欸，不要来拿，我是不是这样讲？所以，就这一通电话，你把标股带回去，电话拨通，比小红更标，它就是你的。如果拉涨停板，你也不要卖，这是阿德讲的，阿德要帮你，只要你愿意，电话拨进来，打到爆都行啦、啊。祝各位操作顺利。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